我现在就让你看看它有多遮瑕。啊，起司跑出来了，超浓的。好，我现在赶快来把它补回去。哇哦，看起来是明虾哎。忙什么啊？哎，有没有隔离可以借我啊？我来不及了。我没有隔离啊，我就这个。啊，就一个，确定嘞？你脸那么黄嘞、欸啊，一个就够了。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这粉很厉害、欸。啊？呀，哇，现在快了啦！你看我们两个现在差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啊，太夸张了吧？那个脸不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么好。不跟你说了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我这个。我粉饼看起来那么干啊，它这边超干的，卡粉。不过我们粉很细啊，你看怎么擦都不会有粉感，也会厚重，又能遮瑕，看起来那么好。哎、欸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我要先走，有点快。不行了，等一下，你都快下来，先走啊。刚回到家。哇，你看好像妆感还是很好，对不对？而且啊，口罩也没什么沾。嗯，厉害，有瑕疵啊，但真的好好的。我现在就让你看看它有多遮瑕。起司跑出来了，超浓的。好，我现在赶快来把它补回去。哇，你看，马上就补回来了，看起来是很无瑕哎。